里，我也没有锁他们。你看，他们本来就是想在里面的，他们要出去，我也不会阻止。喂，可以，收一下小麦，做一下稻草捆，干稻草，稻草捆，好多好多都掉到水里了。有一只出去了，出去就出去咯。还要去那个，先种好了，先把这个种子种回去，种回去，种回去。我去，这样子啊，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有了，栽种回去了。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我栽。呜呼呼，有了，成功了。他走出去了，他没有了，没有走出去的啊，都在里面啊，好好的在里面。没有走出去的啊，刚刚谁说走出去的？没有啊，他们没有走出去。做三个稻草捆，放在这里啊，稻草捆就放在这里啊。好了，呀，这样很好哦，这样很好啊，马儿乖啊，马儿好乖。马儿乖，他说他要箱子，是不是？你们为什么要虐待他啦？你们一直要他背货物，我又没有要他背货物。好了，我做两格啦，好不好？你们一直要他背货物，你好可怜哦。好了，等你背箱子。哦，可怜的小毛驴。每个人都叫你背货物，带小麦好不好？哎呦，我为什么会有地狱疙瘩在身上？不要了，带什么？带仙人掌。我为什么要他背货物啊？我也不懂，我又没有要用。好了，这样差不多了。现在要来设计路灯了啦，设计路灯了啦。嗯哼，要不要先铺道路？先回去拿砾石，然后来铺道路。噔噔噔，我看一下我有什么。用这个铺会不会好看一点？我的地狱石很多，可以铺地狱石吗？可以铺地狱石吗？可以吗？我想到了，地狱石多着也没有用，多着来也没有用。我们来点火把好了，点火把照明。嘿，哦，噔噔。哇、哦，大根的火把，这是小根的，这叫大根的，好大一根插火把，哇、哦，好大一根火把，可是我怕他们自己去得火烧哎、欸，我怕他们自己去得火烧，想不开，好大一根哦，放在这里，这样应该不会跳上去被火烧吧？应该不至于吧？应该没这么挫吧？你们有这么挫吗？哦，好大一根火把哦！噔噔噔噔，哦，烧一烧，好大一根火把哦！而且他们真的很喜欢玩这个的门呢。再玩下去门就要坏了，请你们放轻松一点，不要再玩门了，好不好？我去拿一下砾石啊，在这边铺砾石。为什么要铺砾石哦？因为铺这个实在看不清楚哎，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路，所以我决定要给它弄成砾石。我先回去拿砾石。咚咚咚，多插点火把，会啦，有空就多插一点火把。要走这里，我先走回去。等一下来做几个铁巨人，放在外面，好不好？办庙会。插火把啊！我现在有火把喽。这里被人炸烂了。你鱿鱼这无耻的家伙，炸断我回家唯一的路。又要再补了。补起来。等一下，以后就是要全程用石头，石头引鱿鱼就炸不烂。以后的事情呢、啊？这里哦，不是走这，被堵起来了，所以不是走这。
那个我把周围都挖掉了，他们应该就是跳不上去了啦，所以应该不会烧死了。喂、骑马走地狱哦，不可以啊！那个马穿不过一格宽呢、欸，马有两格宽，它冲不过去，就是马会在这边卡住，就走不过去了。所以我要全程铺成两格宽，我才能骑马来，不然现在都要走路的。噔噔噔噔噔，那个在那个什么，在地狱石上面烧的火啊，永远都不会熄灭。那在其他材质上面烧的，烧一下就没了。所以地狱石唯一的用处就是这样，好没有用处的用处哦。先睡觉，好没有用处哦。地狱石，哇，这么多地狱石，唯一能用的就是用在这里。哎，唯一能用的就是用在这，真的太好笑了。中介箱也不用，没有钱呢、没有钱呢。这里有11个荧光红石灯呢，红石灯留在这里好了啦，留在这边用红石灯。另外的地方，砾石3颗，只有3颗哦，只有3颗哎。这样对吗？换泥土好啦，不要用砾石啦，改泥土好不好？不要用砾石啦，泥土了啦，泥土啦，改泥土，用草地，我有竟然还有唯一的草地后面竟然还有数字现在都已经新增到有数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有数字，告诉你这个编号几号是不是？我们走，不行，噔噔噔。回去吧。什么还要做温泉哦？地狱石挖来做温泉哦？这实在太好笑了。这种温泉泡了应该不舒服吧？烧热水而已。走走走。噔噔。噔噔，不是走这哦，哦，走这里，走这里，每一次都这一条路也没有特别明显，没有明显到一次就找得到。走这里。不会啊，这个地图就是临摹组，就是开开心心的日常，很开心的日常。哦，是我按。F3 加 H 弄的哦，那可以取消掉吗？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把它取消掉，这样就没有了吧？没有了，太好了。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它，我没事看那些数字干什么？不需要，把它取消了。你去问老皮啊，问我做什么？我觉得你们很有趣有人就写信过来问我说："老皮要实况什么？"我怎么会知道老皮要实况什么？或是问我说："鱼竿漂不漂亮？"鱼竿漂不漂亮？你怎么不问鱼竿？为什么要来问我？真的很有趣你们，你们就直接去问他们就好啦。为什么要跑来问我？令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们。你们不要再玩了啦。我是不是应该在这边放栏杆，阻止你们跳过去？阻止你们跳过去。可是这样要取水，你们就取不了水了。而且我为什么要跳这么多？我直接在下面挖掉一格，然后放栏杆，不要这么高，不要弄得这么高，把这里放栏杆。你们不要这样随便跳进去。我要阻止你们投井自杀了啦！先做这个，先做，先改变那个 井水，改变井水造型。喂，防止他们跳下去，不要想不开了，请不要想不开，好不好？我的亲爱的村民们，请不要想不开。这样虽然可以跳上去，可是几率不大了啦，应该会降低蛮多跳下去的机会吧？
应该可以啦，这样子应该还是捞得到水吧？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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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头不会烧起来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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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哦，我现在发现村民长得蛮高的，哎，没有，没有，没有，连没有2公尺，好不好？还是跳得进去，可是大大减缓他们跳进去的机会了。等到真的跳进去的时候再说。我现在要把这个地挖掉，然后换成泥土。哦，增加我的砂岩，踩在泥土上，让你们不要走这么快。踩在泥土上走比较慢嘛，对不对？刚刚证实过了。哎，跳不上去了哦，要我帮你吗？要我帮你一把吗？要我帮你们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了这样了，走在上面是不是比较慢？好像也没有，可是刚刚在地狱的时候，走在上面就比较慢，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这样明显多了，这个超不明显的，都不知道他们走在哪里，超不明显的，路不明显，找不到路啊，锤包丢喽了。锤包丢喽是找不对路。我不要教你们讲错台语，这样。这样，哎呦哎呦，只有这边是沙子，这里本来就没路，还是被我挖掉的。而且这里的路都蛮大条的，都三格。好啦，连起来，连起来，连起来。道路宽敞舒适。重新铺嘛，不然我的泥土都不知道做什么。刚刚我铺的是灵魂沙吗？不是吧？好了，不管了啦，那么远的地方我也不会再去第二次了。呀呀呀呀呀，好多好多哦，泥土就是多。好了好了，泥土终于有用了，两 个村庄有不一样的感觉，有没有？走在泥土上，走在比较深的沙子上，感觉有没有？颜色比较深而已，就只是这个差别而已。因为这里不会长草，我没有放草地，它永远都不会长草，所以也不用担心长草的问题，因为不会让它长草，所以我把这边的砾石也挖掉，改成泥土，好不好？有水会不会就长草了？应该不会吧？我记得是有草才会长草，不是有水就会长草，应该没有有水就长草这种事情。这里就是，好了，帮点点点你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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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阻挡我的作业。草地不要，我不要草地，我觉得泥土蛮好看的。泥土终于有用了，好不好？赶快走上来了。噔噔，拆掉那个门，为什么？就是他们就是喜欢玩门呢、啊，你不要剥夺他们的乐趣好不好？不要剥夺他们的乐趣。泥土不会啊，哎，我不够做铁巨人，铁锭不够多，要回去拿才够。喂，把这里也挖掉了，这里都挖掉，挖掉一点。哦，又硬硬的，主要是要明显的、啊、这个很平滑，没错啊，很好看啊。可是超不明显的啊，谁知道这边是路啊？跟沙子的颜色超像的，谁知道这边有路啊？不知道都看不出来，什么都看不出来。在这边围一圈，他们喜欢在这边围一圈，不晓得为什么。你喜欢围一圈，我就陪你围一圈。玩门来繁殖，他们喜欢玩门，就让他玩吧。不要剥夺他们唯一的乐趣。他们的乐趣还有看夕阳啊，不是唯一啊。他们有时候会看看夕阳，不时看看夕阳，感觉自己很文青，有没有？不时的就欣赏夕阳，让自己感受文青的气息。这里。所以我给它宽一格，宽一格，宽一格。这里也要泥土，等于泥土了，等于泥土。
泥土泥。